从电扶梯一路走下来，台湾之星董事长魏应娇现身，故意设计成君临天下一样。因为101旗舰店开幕，高雅精致店面屋顶还设计成星空一样，就是要打造精品风。只是到底什么时候开台，魏应娇还是卖关子，要我测试通过了以后，所以我们就会开台。所以我们今天是用试营业的角度，我想已经倒数计时，很快我们就会安排来开台的时间。但是对手鸿海旗下新亚太可不等人，外传吉金风的郭董已经下令4G要尽速开台，在三大电信业者之后，台湾之星预计9月开台，而亚太则暂定10月中旬。除了敢开台，行销大战代言人也是重点。我们想我们台湾之星应当不要偏离这个主轴，把台湾真正的 promo 出去。我想尽量用我们台湾本土艺人能够把它跟世界做一个连结。歌词深情又励志，小天王周杰伦被外界点名，即将为台湾之星代言。只是金城武的魅力，男女都无法挡，让中华电信在 4G 宣传上大大加分。而远传的张震、台湾大的小清新、诗词男神张仲宇，三大业者各有特色，就看打着精品招牌的台湾之星怎么出招。三立新闻林玉凤中台报道。